今天先回来？不行啦，大年初一不能回娘家。为什么？会衰一整年啊，今年很重要，我不要衰哦，你赶快走啦。我不要，我好不容易大老远开车过来，我不要再回去了，你有毛病啊，我要进去了。行啊，我要进去，快点让我进去。不行，你明天就要回来了吗？我今天要睡哪里？今天你去住旅馆啦，你回家。你的钥匙呢？我的钥匙在这里啊。给我啊。为什么？哎，你赶快走啊，什么明天就要回来了。闻到什么味道？没有。好像是你的头哎！哦，是。很臭吗？很臭，超臭的。好了，我先去洗头。哎，不行啦！为什么？大年初一不能洗头。啊？为什么？大年初一洗头的话，你会把那个财运洗掉，所以大年初一不能洗头。我头臭成这样，钱才会跑走吧？哎，不行啦，没关系啦，算了啦。为什么？对啊，不要洗啦。不要洗啦！不要洗吗？不行，很臭哎！我，你看，真的很臭。不要，你不要一直动，这味道。你看，很臭，对不对？你还不要我洗头吗？我要洗。等一下，不行啦，不能洗。这怎么办？哎，表妹。哎，表哥，好久不见。对啊，新年快乐。好棒！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好啦，加油啊，今年。谢谢表哥。一包1400，妈妈有说红包不能有4这个数字，所以、啊、真的假的？嗯哼，不好意思啦，妈妈没有注意啊，我这是零钱比较多，新年快乐哦！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有蟑螂？啊？哪里？那里？那怎么办？我要杀它吗？哎，不行，不能杀生，不能杀生！为什么？过年不能杀生啊？那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哎。起来啦！初一不能睡午觉。我为什么？初一睡午觉会懒惰整天，你赶快起床啊！我很累了。起床。好吧。你还要睡是不是？没有啊。